最近猛兽侠新品不断，这期给大家安利一波未来即将发售的新品。首先是9月9日推出的蒸汽波兰花螳螂，全身粉色透明件也太好看了，感觉这只一推出就会成为一个爆款。接下来是期盼已久的万能侠忍者神龟，也开启了预售，在9月中旬会与大家见面，我还是很期待这款的。同样官方店铺也开启了全能小队翱翔者的产品，依旧是两款可以组成人形，这样海陆空全能小队就集齐了。所有的产品我都会拿来给大家出测评，小伙伴们请准备好钱包君吧。